那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哈。同学，我们现在啊是来到德善邑哈，这个 park 哈，这个德善邑里面呢有得往生净土的利益，得上生天国，得还生人间，得转生丈夫邑啦。好啊，是我们今天会在这个范围。那在这个得善邑之前呢，其实我们有离恶邑啊，哈，就离开这一些贪呐。慢邪见啊，嫉妒啊，跟那个斗生诅咒之类啦，好，来同学得善意，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有请宝钻读一读，宝钻有请得善意，好，得善意，得往生净土意。复次，曼殊室利若有四众比丘尼、优婆塞、娑迦、乌婆、斯迦及一尽性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斋戒，或经一年，或复三业。受持学处，以此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善明离四种恶欲，此下明得善意也有四种。先说得生净土意，世尊复对曼殊室利说：若有四众佛弟子，比丘尼、优婆塞、娑迦、优婆塞、斯迦、比丘尼为出家的男女二众，优婆塞、迦、优婆塞、优婆斯迦、优婆夷是在家的男女二众，在家二众的名称。意为净室男、净室女，因他们都已信奉三宝、亲近佛法、四众弟子而外，其他信佛法而未受三皈五戒者，为净性善男子、善女人。这些佛弟子有能受持八分斋戒的，八分斋戒或名八关斋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行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作花蔓；不相涂身；七、不歌舞唱伎及过往欢听；八、不卧高法大床，此八四戒。还有一种不非时食，名为斋，何为八分斋戒？受持八分斋戒的时间，或经一年之久，或起于一五九三个月内，受持此学处，以此受戒善根，回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的净土，听闻弥陀如来及诸大菩萨的开示正法，可是这仅是愿望，事实上能否往生还未能决定。众生因娑婆世界的环境太复杂，障碍太多，不易修学正法，所以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得一个比较理想、比较合宜修学佛法的安身处。如这样发愿，而对于往生还没有把握，这就得修持药师法门，以作补救办法。往生净土，除一心称念佛号以外，还应修学其他功德，积极善根，并非只需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如此处所说，受持八分斋戒，又如《阿弥陀经》说：“不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修行往生净土，于信愿外，还得精行布施、持戒等功恨。好，感谢我们来同学们消化这一段了。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各位同学了。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来，这一边呢，好，我们得善意啊，主要这个善意啊，是提到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这个有关系，还有就是有提到受持八关斋戒哈。我们这边呢有受持过八关斋戒的举手一下，有受持过宝宝啊，宝尊藏明哦，蛮多 ，OK， 几乎都有。妙婷，你没有受过八关斋戒罢了，对吧？妙婷没有啊 ，Not yet， 没有试过了。妙婷好像有，哎呀，怎么好，怎么好像 ？OK， 全海就肯定没啊，对不对？是吗？全海没有受过，对不对？没有，OK 好，好，同学，一般上受八关斋戒啊，在北传呢、啊、有保留好这个传统，它只是形式上啊，跟南传有点不一样啊，但是基本上都一样的，就是八关斋戒是受八条戒，然后过呢是属于一日出家戒啦。那么呢，一日出家戒过后受了之后，通常啊，他修持什么法门啊，是由道场来决定啦。那北传如果是念佛啊，他会念佛跟八关斋进行结合。那南传可能就啊，修安波念啊，跟八关斋进行结合啦，通常是这样哦。那么呢，按理来讲啊，八关斋戒，因为他有要求啊，里面啊，如果你做好准备的话，那么里面有过午不食啊。
然后过后我就是要跟就是夫妻要分房，然后过后啊又没有坐卧高广大床，基本上啊在修行上不管念佛啊还是说修安般念，应该都会容易成就一些，内心会比较清净，所以就这个缘故，八关斋戒比较鼓励啊在家啦。出家，出去在寺庙里面住。那现在 online 说八关斋戒啊，基本上啊，蛮多要有自己的自制能力，不然的话啊，他会违反到。那么他违反，也不是说违反了啊，你就那个地狱的门就开，你就掉下去，不是这个意思了。主要就是违反之后啊，他内心不易清净，过后啊，修定修慧后面会比较困难。也比较难成就，然后过后呢，如果培养到不好的习惯了就觉得八关斋很轻，很儿戏这样对自己未来学习反而不好这样子啦所以呢，这个八关斋基本上来讲能在寺庙住是最理想的啦。来，同学看一下所以八关斋这一边是一般上如果是 online 八关斋这边谁之前有次就是 MCO 在家受过八关斋的举手一下，OK 保赚了藏民在家。好来，藏民你讲一讲看，你觉得online 八关斋跟在寺庙区别在哪里啊？藏民讲个听听看。请开麦哦，差别很大咯。比那如边嘞哈，有在那边又有师傅观测着，照顾着，又有很多同修一起做的，感觉是好很多了。online 嘞哈。online 啊，online 也就像今天上课这样，在线上看看老师傅，看看同学，你这意思 online 比较刺激自己，对不对哈？啊，对，就是环境比较约束性少一些啦，对吧？这样子好的，好所以呢，同学，这个就是不过没有办法MCO 期间没有做这样的改变，所以呢，这些八关斋戒这几条其实都会跟禅定有一些帮助的同学可以画一画这一条跟对于修学这个就是坐卧高广大床这些对于戒律的清净、修学禅定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了那么呢，关于关于这个歌舞娼妓是基本上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在手上那边大体上 YouTube 有什么歌都可以随你听了它也可以泛哼的清净的泛拜，也可以就是流行曲了所以现在其实持戒我会觉得困难一些这样我开个风扇了会吗，同学？比起过往歌舞娼妓，包括去看些连续剧，以往要租带，以往要买唱片，现在全部一个手指都到完这样。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差别明显吗？云梅，因为也是学佛段期间觉得这个歌舞观妓听音乐的部分，现在的情谊跟以往要买唱片这个那个这样。云梅，你比较一下感觉如何？怎么样？要听什么歌就比较容易哦。以前呢，以前就要，也就好像以前我这样啦，要存了很多钱才可以买一片唱片哦，是完全就不需要买了。对，这样的话，你觉得吃八关斋戒哪一个会比较好嘞？买就比较好。比较不方便好还是方便好方便好哦。什么？方便好啊。方便好啊，方便好，你随时可以听歌了的嘞。大家说八关斋，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可以听音乐这样吗？对对对，因为听音乐基本上都不允许的嘛，八关斋戒。是完全不允许的。是，就尤其是就是说听流行曲之类啦，就不是，如果不是听流行歌曲呢，只是听轻音乐或者佛曲呢？它是这样的，但最后有没有影响到禅修是重点呢？如果哦，你在打坐禅修，哇，都是这音乐即使佛曲依然是影响的。
懂我意思吗？所以同学，这个啊，手机基本上是双刃刀哦。我也因为啊，这个手机方便，你看电名啊，把这我知道上完了，不方便对不对？哦，电名换成以前啊，不方便哇，要学好难。你有心要学，哎，你把它上完了。其实像电名这样啊，哦，整个成佛之道听完了哦，很少有的。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值得鼓励。他很认真，真的是啊，一个一个来听。我也发现我很方便，你也很方便。但我们也发现八关斋戒啊，听歌这种东西啊，也太方便了，随便到很容易犯了，对不对？先张明，对不对？好啊，在家八关斋，哎呀，有点无聊，又没有人看到，哎，手机来按，哎呀，就听一听歌，找回自己的习惯的歌来听，看到吗？啊，所以同学，这个就是啊，哈，我们到了现在啊，哈，变到也方便，就什么都容易了，变到它的考验了，哈。啊，来，保证你们请，保证你举手也请啊。因为我们在八关斋戒的时候，我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都是念佛号嘛。啊，对对对对，啊，手机如果没收。我们是开着那个佛号的那个音也可以吗？哦，没有，他可不可以？没，他的可不可以？重点就是保专到最后啊，好，比方说你转去打坐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静下心来，这才是重点来的，可以了解吗？那时候就关掉呢？OK 的，其实问题就是宝砖，如果你打坐静下来自己念啊，诶，那个音乐不断的盘旋，包括阿弥陀佛音乐哦，就表示这个东西也是在一个障碍来的。但如果它不会啊，反正让你可以很平静，它不干扰你啊，这就不构成了。其实有一些人呐、啊，不是每个人听了歌啊，听了就整天在想，不见得的哦，有些听了啊，哎，就忘记了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呢，对他是不影响的。可以了解吗？宝钻啊，所以重点在于它影不影响到你，还是它在帮你，还是影响你啊？有些人啊，听佛曲、听佛法哦，包括听佛法都好，完了啊，哎，还在想的。但是你是在八关斋，然后你是在念佛，你应该专注念佛才对的，应该佛法也不要去想才对的。OK，可以了解吗？宝钻，那重点就在于在这里了哦。啊，所以啊，现在科技发达哦，我是觉得啊，很多东西都是一指之间哈、哦、啊，你按一按。就决定了的了，好啊，到底你是这一按呢、啊？你选择是让你不断的进步的，还是按了、啊、好让你不断的退步的，对不对？好啊，是好啊，啊也好赚两个。八关斋戒说要关手机的在庙里面。哦，我是指在 online 啊，online 八关斋啊，MC 八关斋，对。所以一般上如果来寺庙啊，一般上我们一定是保管手机是最好的，才可以办得到的。啊，手机不保管啊，它都会失败的，很难成功的，这样子哈、哦。OK，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相关联了。所以，对我们发现了哈、哦，现在这个时代哈、哦，持戒啊哈、哦，蛮考验的，很容易哈、哦、啊，你要犯了很容易，那个外援一下就找到了，这样子哦啊，这样哈、哦、啊，所以过往很不方便了哈、哦。像于美讲啊，哇，那个钱要买。要存钱才买那个唱片啊，就是这个娱乐难，那么也是犯戒也难哦，因为你都哎呦都不容易找唱歌来听嘛，对不对哈？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这边就有提到啊这一里了哈。然后呢，在那么多歌里面呢、啊，还有一个就是斋字，就是过午不食了。那么基本上啊哈，同学过午不食啊哈，现在这边多数是中年人，过午不食非常适合啊，因为啊哈。我们囊中啊，睾固酮分泌减少，所以脂肪堆积在肚腩那边呢、啊。啊，所以说八关斋戒非常适合，而且是升级到168哦，就16个小时断食，8个小时吃完三餐，更加的恰当。好、哦，中年人呐、啊，好、哦、啊，对于比较年轻的，他很容易就烧到他的那个肌肉这样子哦。啊，所以中年人八关斋戒多多益善，大把脂肪等着他来烧啊。他有情况的，我你知道吗？哦，对于我们是很适合的哦，然后呢，所以呢会变得容易很多，只是你要稍微挨饿罢了，这样子哈、哦。那么呢，依然呢是一样啦。八关斋如果是 online 八关斋哈、哦，也会比较难吃一点点，会吗？保证藏民之前的 online 八关斋戒会比较难吃，会吗？在家太方便，也是不是这样？藏民会吗？藏民？就这庙里面是规定的，把手机就关了，一切跟着做。啊，对。家里呢，就那手机呢，虽然放着也会开着，啊，关对了对自己对，还会接。
啊，八关斋也比较难，对不对？因为哎呀，周围都是可以吃的嘛，对不对？对，考对验就更多哦。啊，在对，嗯，对。庙里啊，哦，东西锁着，哦，想要吃都没得吃，要忍那个挨饿了，对不对？哈，啊，是是啊，所以呢，这个环境看得出是蛮重要的哈，同学哈。好，来，同学过，我们再看一看了哈，这个就是相关联了哈，我们目前的更动的了哈。好啊，在这一边呢，哈，我们有看到这个。乌波朔迦、乌波什迦，哈，同学留意啊，你看到这个乌波朔迦、乌波什迦是通常啊，就是玄奘大师翻译才会出现这个这样子的乌波朔迦、乌波什迦，哈，啊，这个是乌波萨嘎、乌波西嘎翻过来的，哈，我们就是有优婆塞、优婆夷，哈，优。PTM，优婆塞哈。那同学可以写写啊，嗯，乌巴萨嘎哈，优婆塞，刚刚你看到这个是乌婆娑迦哈，这个是玄奘翻译，优婆塞应该是鸠摩罗什翻译哈。那么靠近梵文乌巴萨嘎哈，反而是玄奘的比较靠近梵文了，同学哦。啊，你看呐、啊，你用客话来念呢、啊，乌婆娑嘎哈，乌巴萨嘎啊，比较靠近了哈、哦，反正是比较靠近啊。玄奘大师的翻译哦，那么呢，刚刚有解释，就是净世男、净世女的意思啦，就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在家人呐、啊，男性就乌巴萨嘎，女性就乌巴萨嘎啦，这样子啦。那么呢，这个本来啊，在印度啊，我相信印度教有的，因为过往啊，我去过印度。北印度旅游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他们印度教的，他是应该印度瑜伽的哈、哦，他也跟我们讲，他说啊，我在八关斋，那我晚上啊就不能够吃辣，那他跟我们在恒河那边的餐厅啊哈、哦，他好像只喝一些东西罢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啊哈、哦，基本上也是印度的一个文化来的哈、哦，我们佛教也吸纳了这个八关斋戒这样了哈、哦，啊，应该是道教没有，对不对？所以可以确定嘛？这个五八这个、啊、八关斋戒之类，应该是佛教传去中国的特色，对不对？没有人研究了哈，不知道了哈，好，没关系。好，来我们看一看了哈。啊，然后呢，这边还有提到哈，好，这个呢是比丘尼同学这样子的字的话哈，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来的，它是来自比丘啊哈。比丘，丘哈，OK，来比丘哈，怎么马上比丘跑出来了？啊，同时可以写下来了哈，Big Shoe 哈，应该是啊，也是啊，和玄奘的更精准哦。你看呐、啊，这个是 Big Shoe 啊，这个是读粗嘛哈，Big Cool 哈，更靠近啊。玄奘的翻译其实更靠近啊，当时的巴利文梵文，这个比丘反而有点比较远一点点哈，啊，比丘哈，啊，所谓的比丘是指弃尸净命啊，瀑摩的意思啦。比丘的意思啊，通常不一，所以同学啊，称比丘啊，其实跟法师是有差别了。不过呢，在北传呐，通常比较叫大家称法师比较多，其实是有差别的有哪些北传道场啊，是叫你称呼他比丘，不叫法师的嘞？有吗？同学，你到过跑过没有？哦，店名是不是啊？北传都叫你叫法师这样嘛，有点像 Mister 这样的意思，一个称号来的哈、哦。南传都是用比丘居多，是吧？哈，通常是这样。那你们叫我是叫师傅嘛？哈，我也没有叫你们叫师傅比丘嘛？哈，啊，所以我也没有很严格，没有严格规范用词。这东西你会知道了。以后那个道场，尤其是 Malaysia 的哈、哦，你要问过他，你问他说，我们应该称呼比丘还是称呼师傅啊？由他们道场自己来决定啦。哦，那现在穿北川服装啊，叫你称呼他比丘是蛮正常了的了，因为现在他们有回归去这个法义啊，他比较定义严谨的话，应该是称比丘的哦。
因为受了比丘戒哈。同学可以写一写比丘的意思，包括就是弃世啊、破厄啊等等的意思了哈。通常用弃世跟净命是最理想了啊，弃世跟净命啊。嗯 ，PQ 哈，闽南语啊，哇，更加的精准哦 ，PQ 哈，更精准了。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哈，那么呢，过后他讲啊，因他们都信奉三宝，亲近佛法，四众弟子而外，其他信佛法而未受三归五戒了哈。OK， 好，然后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好，这里啊，八关斋戒哈、哦、啊，同学，这个斋啊是指不非素食啦，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哦。哎，现在啊，素食馆啊跟斋馆，他们还有没有搞错？会不会卖素还放这个斋这样子？有吧？还有对不对哈、哦？这种你要不要去纠正他？你跟他说，你这个斋只是过了中午不吃饭的意思、啊，你要纠正他嘛？这种吧，有一些是一贯道的哦，一贯道 哦， 哦，那佛教的嘞哈。他会不会拿这个板拆下来打你啊？这样子啊？我看到很多素食馆正统的佛教很少，都是那一种我们认为不正统的啊，不正统哈 啊，就是他放斋哈 啊，没关系。如果老板呢可以讨论，你跟他讨论呢、啊、哈、啊，然后你就查佛光大字典给他看，哎，你要改一改哦，素才对的这样哈、啊。那你就讲了，哎呀，我出钱帮你做招牌了，哦啊，其实正确应该是放素才对哈 啊，斋其实是。对，不过啊，他可能以讹传讹啊，哈，所以我回到家，我弟弟跟我讲啊，哎，妈妈都斋饼也是了，哈，三妈斋哦，哎，他也没有讲是素啊，哈，我发现我也懒得纠正他了了，明白他的意思，什么的斋就是没有肉的意思啦，哈，啊，因为我这次我讲嘛，也是全程素食嘛，我母亲往生啊，那么呢，他有找那种 Maggie 面啊，那面呢有些有鸡肉啊，那个 labor 的嘛，哦。讲有的还没买仔，没唔识得，听没有？哦，我讲这些全部化学来的啊，就吃啦这样子啦。哦，他就很高兴，就拿来吃了。因为现在很多这些都化学，不是真的鸡给你吃啦，哈、哦。基本上那泡面全部啊，都是化学味道来的啊、哦，化学弄出来的味道来的啦。好啊，过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斋吃啦，哈、哦。OK， 好、哦。那我有一点点想稍微考据一下这个斋的巴利文是什么，哈、哦。让同学进步一下哈，斋哈 ，OK 哈，那你看到同学我们中文啊讲斋哈，还包括清心寡欲啊，还有这样子清心寡欲在里边。所以啊，我们有一些歌手啊哈，以前我那个年代啊哈，有个歌手叫做陈少满哦，他是素的，你知道吗？啊，但是因为当时流行曲啊都是写情歌的嘛，所以那些人呢、啊，哎，你真系斋好唔斋心。啊、他这个斋字啊，是你听说过吗？经常人家会这样批评啊，哈，啊，你经常讲你吃素对不对？过你经常骂人啊，他讲，哎呀，你都斋好唔斋心，对不对？哈，为什么会这样骂人？用斋口不斋心，因为这个斋啊，包括清心寡欲在里边的。然后啊，同学你看啊，祭祀前沐浴素食，清心寡欲也是用斋戒了哈，所以难怪啊，哈，他们会把它混合用，应该是中国人啊，哈。道教也是有斋戒的，他把这个斋啊哈合拼起来用了啦，所以为什么斋会跟素食啊哈会进行结合哈，有原因的同学哈，看来他们也是有典故的哈，所以自从他又查回字典给你哦，你应该是输掉了这种，来我们看一下哈，啊你看呢、啊、古人呢、啊、哈斋字啊哈有这个意思哈，过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跟这是中国人有关的文化那。啊，专指僧道和信众啊，诵经拜忏呢、啊，哈，啊求福也叫做斋字，看到吗？咯，还蛮广的，看到吗？哈，僧道就是僧，出家僧众跟道教也包含在里边，哈。佛教的禁食用语哦，啊，我们的专门用词，禁过午时戒，就所谓的斋的意思啦，好，大乘经肉食以素食为斋。哦，
对啊，对啊啊，是了哈，净肉称为斋哈，以素食为斋。看来同学啊哈，这个斋字也没有错。如果按照他们的字典呐，看来我们佛教有自己的定义了哈。OK 哈，来过来看吧。后人去大称别以素食为斋，是了，后人改了啦，啊，后人改了哦，所以变到就是啊，头陀素食自好常斋，就变得混合起来用了啦，啊，这样。然后布施也称为斋哈，所以我们讲啊，我要斋身啊，就是布施了哈。啊，有打什么上堂斋，所以有参加过的；我要打上堂斋，我要斋身，所以有参加过的，没有参加啊啊！现在如果你去参加三坛大戒哈，你可以说我要斋身，原来这个斋的意思是指供养的意思啦，好，这样子哈，就是供养的意思了哈。然后呢，通斋哈，大概是这样哈。所以这样看来啊，哈，这一个斋字哈，是多于用途了。就是你可以稍微写一写哈，就是过不是大家都懂哈，斋生斋也包括布施的含义啦，斋是包括布施的含义了哈。好，然后过后啊，斋包括布施。另外哈，再看一下哈啊，这个哈啊，书房也叫做斋了哈，然后同学写一写，这个比较独特哈，僧道信众诵经拜忏也叫做斋啊，这个词啊，应该是道教那边后来跟我们佛教啊互相影响啦，所以也称为斋。来，齐斋三月，所以看到斋三月，意思就是说有哦啊，诵经拜忏之类这样子，你用斋吃了哈。OK，好啊，同学写了哈，我想要看看梵文、巴利文这样子用啊。你看，谷歌一打斋字哦，全部出来嘞。哎，看素食料理斋档，看到没有？看到吗？斋档啊啊，老妈哦啊，是哈。斋哈，斋字哈，那所以也称什么哈？你看啊，通道教跟佛教看到吗？哈，所以我们叫斋堂，吃斋啊，所以斋堂也就是所谓的饭堂的意思哈。那我们真正是过不食，叫做斋哈。OK，他没有出来给我，斋完全不是素食意思，对了哈，这个我们有解释了哈。OK，我要找他的梵文啊。梵文啊，布萨乌巴萨达哈，帕奇涅哈，也没有的，巴利文啊，帕里巴萨，帕奇。奇怪哦，他没有的哈、哦，找佛光大师的。哎呀，你看我打佛光啊，他把这佛光山跑出来，看到吗？佛光山也是有斋馆的嘛，哈、啊，他就谷歌会误会哈、哦。OK，斋称呐、啊，看一下先了哈、哦，这个是打称哈。没有哦，那么奇怪哦。他可能不用斋哦，他可能用过午不食了。那巴利文呢，有没有可能的？啊，一日斋、七七斋、九味斋、八关斋哦，看一下哦。OK，他要跟八关斋综合起来啊，那单字不出现，同学看到吗？哦，啊，八关斋戒哦。还要综合起来出现了哈，我们看这个"斋"字是如何哈，八关斋戒，巴利文的哈，OK，Astanga Sila 哦，同学呀、啊、哈，它 Astanga Sila 是八关斋戒，同你写一写了，Astanga Sila 其实没有显示"斋"字在里面的，没有的哦，没有的哦，Astanga 就是八的意思，Sila 就是戒哈，同学你写一写，八关斋戒是 Astanga Sila 哦。里面呢、啊，哈，巴利文不包含"斋"字在里面的。
Astanga sila 哈 ，OK 哈。然后师傅再找给同学，不非时时不非时时了哈。这个斋字哈同学很有经常遇到的哈他们称为不非时时了哈，不非时时不非时不非时时法律文了。OK 哦，不非时时 ，Vikala Bojana 哈，我看一下先了哈，找精准点的巴利文给同学哦。不过不是不非时时哈，也奇怪哈。哎，没有漂亮的巴利文哦，同学哦。Vika Vika Labojana Virati 哈 ，OK 同学师傅一下找不到标准，可以写这个了。Vika Labojana 同学可以写这个范文了哈，这个有一个不理他哈，来写了。在这个不非时时里面呢哈，我们叫宅，所谓的不非时时啊，就是说非时啊，就是指适当的时候啊，基本上啊哈，如果同学说八关斋戒，通常是冥想出来之后才可以吃，然后过了中午之后不吃哦。那么呢，古代的话哈、哦、就是看掌纹的，看冥香放一条放一条管了哈、哦，看那个太阳啊照料啊不过午了哈、哦。那现在通常用时间哈、哦，在东马是过了一点不非时时了，然后呢在西马是12点不非时时。然后呢，早上冥相处，那冥相处啊，现在看天文台了，有些就看手掌了，对吧？哈，看手掌嘛，哈，这样了哈。电明啊，以前你说八关斋戒哈，大概早上几点可以吃？冥相处几点吃？6点多7点这样。看得到太阳吗？以太阳做标准还是时间做标准？我们就吃了，师傅叫我们准备好了，叫我们吃就吃。哦，这里面没有研究了哈，这个是师傅去研究哈。那么过了中午几点不吃？12点吧。12点了哈，他也是没有说用一个竹竿或者是跟天文台没有了哈，没有了哈啊。现在的用天文台了啊，天文台会显示哈，你在这一边几点是日中之后这样 ，OK 哈。好宝宝有就是有过不食啊哈。请问，如果你飞飞机啊，去美国啊，哈，一般看不到太阳，一般看不到，都是太阳。请问你如何守过午不食嘞，宝宝？师傅，我出国的话呢，就不能守这些戒律了。是啊，对的。你有一点困难。太阳出来12个小时就吃到公公塔，晚上10个小时没有太阳就完全不吃，你有没有这样跟呢？没有，我一般出国我就说菩萨不会跟着我出国，所以就把它放在家里面。哇，你好妙哈、哦，是哈、哦、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笑的哈、哦，因为南传呀、啊，他们比较跟戒律哈、哦、啊，这种就遇到 challenge， 因为坐飞机美国嘛哈、哦，不一般看到太阳，一般看不到太阳的哈、哦、啊，所以他们有一些啊跟传统戒律也是完全不吃了哈、哦，各式各样的方法了哈、哦，还蛮搞笑的。好，来啊！不非时时，我们知道了哈。Vika Labojana 哈 ，OK 。好，同学，这个八关斋戒是他说哈，有时是整年在守了。同学，如果整年在守哈，你一定要每天舍，每天受，每天舍，每天受的这个八关斋 ，every day 了哈。然后过后啊哈，也有是1月、5月、9月3个月受了，也有这样子哈。那么受完之后啊，他说。受戒的善根，什么叫善根？同学，这个善根就是阿毗达摩讲的善心来的啦。同学哈，这个善根本身就是善心哈。如果你去查的话哈，有时候啊，它的讲法也蛮多的哈。佛光大辞典的。善根其实本身就是善心来的哈，同学。看到吗？善根哈、哦，古萨拉穆拉，同学可以写一写了。善根穆拉哈、哦，善根的意思哈、哦，产生诸善法的根本呢，所以我们叫做善根了、哦、因为呢，你受这个戒哈、哦，基本上是用善心来受，
所以基本上它就不萨拉姆拉。那这个善心本身它有力量，你可以用它来进行回向了哈。所以叫古萨拉姆拉了哈。产生善法的根本啊，同学，这个善根词啊经常会出现的哈，啊，有时候同学啊我们也会啊哈，给他勾弄到抹煞煞的。来，我们看一下，其实善根这个词啊，《中阿含经》有记载了的，他有讲，他说知善知善根，哈，等等之类哈。然后呢，无贪无嗔无痴三者为善根之体。同学，这个很重要，阿毗达摩也是经常会提。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善根，同学，你有无贪无嗔无痴三者的心，基本上就是善根。所以所有的善身善心啊，基本上都是善根的，同学，就是成为善根的意思了，基本上了，你有无贪无嗔无痴本身就是善根。 OK，我们有时讲啊，你很有善根哈，意思是指什么哈？意思就是说啊，你基本上啊，经常容易升起善心，无贪无嗔无痴，然后很少升起贪嗔痴，通常是这样哈。跟我们北川呢，有时用到很有点含糊不清的，如果一天哦，有人对你讲，哎，你很有善根哦，我们会很高兴哈。但是真正善根如何哈，其实也不是完全搞得懂的。对嘛，电铃是不是哦？啊，经常赞你说很有善根哦，我们高兴半天。但怎样的善根呢？又好像讲不清这样哈、哦。其实按照这里的定义，就是善根就是经常升起无贪无嗔无痴，你升起无贪无嗔无痴，基本上就没有贪嗔痴。所以很少升起贪嗔痴的人，就是很有善根的人。那么他当然呢，他的善缘就很好了哦。好，过后啊，这个就它的意思来的，蛮多经典的、啊、都有用到这个词。那同学看一下，看到吗？《无量寿经》啊，《悲华经》就比较少听到，《大宝积经》、《阿毗达摩》、《中阿含》，所以意思就是讲，南北传的信徒都会用善根这个词的。如果是经典这样记载了，好啊，是共同大家都会在用的。好，来过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是善根。好过啊，他讲有这个善根是受持八关斋回向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了，通常用这个善心来进行回向。好，然后他讲啊，为什么缘故啊，娑婆世界太复杂，障碍太多，不宜修行啊。同学啊，基本上这个娑婆世界障碍太多，是要从两个角度来谈呢、啊。第一就是啊，哈，它的障碍也来自于我们个人呢、啊。基本上来讲啊，我们呢、啊，哈，大体上就是在障碍上啊，哈，有时修行啊，哈，就看呢、啊，如果你自小到大，你的环境啊是很单纯的哈，修行也是不说那么难，因为有些人呢、啊、修学禅定很容易成就的哦。那么呢，对于如果你啊很迟才学佛哈、哦，累积了很多习气，你会觉得修行比较难呢、啊、哦。那环境也看呢，那么同学有些同学啊哈、哦，在寺庙附近住，环境也蛮单纯的，家里又没有就是手机也不常开啊，那么呢开啊限制自己只看好的，那么他也不会做那么难修、哦、所以大体上啊，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哈、哦，给予一个方便，它其实尤其是针对啊，哈、哦，各方面都不具足的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但同学，如果你本身你发现你，哎，你念佛，哎，心可以定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困难啊，那么，这个娑婆世界倒未必是秽土来的，因为对你来讲啊，你的环境很理想，你也修得成啊。像九华山很多肉身菩萨啊，那怎么讲呢？啊，所以变道其实未必说一定的啊。不过呢，我们呢通常啊哈，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哈、啊，是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 strategy， 可以让很多人呢、啊、觉得修行困难哈、啊，有个门可以进来了。啊，不过老话一句，同学，如果你发现啊，你念佛可以得定，哎，发现啊，真的是可以成的话，啊，师父还是希望你可以 upgrade 哈、哦，从啊就是他方净土 upgrade 到唯心净土去哈、哦，啊，让他的层次提升他了。我们有那个居士哈、哦，也可以念到啊哈、哦，
一心不乱，然后过后啊成就肉身了哈。啊，他也是在家，他叫做啊哈，他是在就是哪里哈？就是在脊柱山那边哈。脊柱山哈，EWV 哈，EWDV 啊，脊柱山，他叫做一行一行啊哈，法师啦哈，训老和尚的弟子哈，脊柱山哈，OK 哈啊，可能不大对哈，我放他有个名字哈，他在家名字叫阿辩罗哈，啊，没有什么读到书的。没有什么读到书的哈啊，但是啊是熏和尚的弟子，过他肉身成就有太太的，后来啊他就把他太太啊，这里是脊柱山了哈，看一下先啊，我要找到这个这一位哈，应该是巨型法师了哈，巨型法师哈，是了有了啊，同学是这位来的。巨型法师了啊，他有太太，过他太太啊，就是去脊柱山找他。那么徐老上讲 ，OK 啊，有太太既然还在到来，就叫他在寺庙旁边那边住了。那么呢，他也没有说修得很复杂，他就一心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就会巨型法师了啊。然后过啊，他死的时候啊，他往生的时候，天上一道白光往上，而且有打雷了。那么呢，熏老和尚其实很早就知道他会成功的啊，所以呢，大家跑去看，然后啊，熏老和尚跟他说，巨型啊，你修行成功了，熏老和尚来顶礼他，他说，你不要把身体化成灰仙，我要让啊全部的人知道啊，所以呢，就当时啊，在四川那边啊，就通报了，很多记者跑去上面采访了啊，那么呢，众人嗅到异香啊，对他顶礼了，然后过后啊，大概是两天一夜之后啊，哈，徐老和尚才跟他说，好了啊，现在众人看到你修行的奇迹，你可以走了。好像啊，悄悄隐清，他整个人就变成灰了，包括衣服全部在里边哦。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蛮独特的人物哦。啊，即使是有家室哈，也可以修得成，都是可以写下来哈。巨型法师，待会可以看一看呢。好，啊，他曾经入赘过正室的哈。然后全家哦都在寺庙里面做哈，然后他修行法门很简单，看到没呢？熏传奇弟子巨型法师，真火焚身，轰动全国，看到吗？哦，全国啊哈，记者都去报道了哈，蛮独特下哈。写下这位名字了啊，过后啊哈，看到吗？带啊妻子啊儿子啊侄儿啊弟嫂全部去寺庙住，过后自己修成了。他方法也就是啊哈，念佛号啊，然后呢有念经，好像也是诵地藏经什么之类，也是北传法门来的啊。但是他修给他成功之后啊哈，依然呢，是可以成就这个三昧了哈。看一下先了哈，又讲他的事迹哈。基本上也是苦行，看到吗呢？也不是很懂佛法的哈、哦。然后过后啊，就一心念佛号，然后呢，就是修所有的苦功哈、哦，挑柴啊、挑粪啊、浇水啊，全部都是有做了哈、哦。啊，同学看到吗呢？念《金刚经》《药师经》《净土经》就是这样，一字一拜，看到吗？法门不会太过复杂，但是他也要得到禅定啦。如果不得禅定，不会产生这个现象。必须得到禅定，所以同学这里有个榜样给同学了。我当然他一定要是可以到一心不乱的哦。同学如果是善心念念到散散乱乱哈、哦，这个是不会这样成就了。好、哦，这样了哈、哦。怎么样，全海羡慕不羡慕啊？全海羡慕羡慕。哎，当然羡慕啊哈、哦。难道就不羡慕咩？对不对哈？全部都录下来了啊哈、哦。OK 哈、哦。好啊，那么这样，如果全海羡慕哦，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哦。来，全海，哎，希望你临终的时候啊，也可以这样子成就啊哈、哦，肉身不坏了哈、哦，这样子哈、哦。谢谢师父。啊，不客气 ，OK 哈。然后过我们看一下哈、哦，这边讲啊哈、哦，对于往生没有把握，可以修持药师法门呐、啊。啊，往生没有把握的话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法门啊，一样的同学啊，这个就是啊有 marketing strategy 在里面，如果对你来讲、哦、你可以 more than that，
不要只是 M 那么低哈、哦、，M 高一点点。我觉得这里的同学的善根不止了，就是这是一句符号，就这样等着。我觉得不止了，哦，你还可以哈、哦、再学多一些，成就再高一点点的哈、哦。好，过后啊，除了一心念佛，看到没有呢？还要其他功德的嘞，不只是念罢了的，看到吗？还有其他功德要去受持八关斋戒。看到吗呢？信愿以外还要布施持戒的，不能够只是心和念罢了，还要有其他等等之类这样。okay, 下面还有一大段呢。okay, 啊，同学，师父临时有事情了，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停一停，是上不到一个小时。 OK, 好。